他们来的时候，他们生命是破了很多的脚，好像那个拼图还没有完整。十八岁以前如果进来四次，按照统计，一辈子都要在进监狱里面。如果能够给孩子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成功经验，当他一生当中最大的依靠，我觉得这些孩子就是永远不会走远。那我们希望骑着这样的车子，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我们要去环岛1000公里。